在垦丁潜水的时候，在海外的18米深处，就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因为全部都是垃圾。钟瑶挺 Seco 爱海洋，自嘲环保魔人。3, 2, 1。Seco 潜水表系列17日以爱海洋为题，展开海洋救援7日锦标计划。女星钟瑶、导演袁旭虎受邀担任嘉宾。美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，而破坏只需要一夕之间。现场也发表两人为品牌拍摄的环保纪录片。城市的生活也会影响到海边底下的生态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从日常生活做起的。身为环保生活力行者，钟瑶除了潜水不擦防晒乳，日常更是环保小物不离身，还不忘时时提醒身边的人呢。只要有跟我拍过戏的应该都有被我念过，我跟他说啊，怎么有吸管，还有塑胶袋，这个习惯有点讨人厌，但蛮好的。这是一个传染病啊。对啊，传染病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